备 roll。喺恒生嘅世界，我哋试乜都得，喺度试下波，试下用冇爆嘅开盘资金。My name is Thomas Anderson. Welcome to the Matrix.我今天的角色是一个专业的广告从业员。今天我是召唤救世主的，教救世主做事的。你说我是谁啊？这个广告我最大的特色呢，就是每个景都超花心思，然后一个shot就拍完。那个全白的场景啦。Black Mirror。而家翻嚟呢度 dead 咗咁靚，同埋有燈啦，跟住係勁肉赤咯。即係學田雞話齋，我哋而家幾廿萬上落咯。之前即係開台嗰陣就幾千蚊上落啊。即係當我見到呢個畫面嘅時候，我覺得係幾震撼。豪哥，你有冇呢種感覺？即係我哋著咗一年嘅黑色西裝，變成咗一個真係適合嘅場合去著。即係變成咗一個銀行嘅廣告嘅呢件事，我覺得係。哦，原來可以咁喎，咁咯。試下過最精彩嘅生活。我哋嗰陣時度呢個廣告嘅時候咧，決定翻嚟呢度拍啦，所以咧有好多嘢搬完 studio 之後咧，其實都未執，特登留喺度，就係for拍呢個廣告。雪櫃冷笑話。三二一，知道時機成熟。就是時候試下做個大人。還有這個景仲有一個特色，就是它要保留到那個凌亂，但是又要簡潔，簡潔之餘又有那種力，你可以補一點吉鏡去交代這個。在恒生的世界，我們試乜都得，在這裡試下沒試下用 Mobile App 開戶兼撳錢。恒生，恒生，恒生銀行，恒生銀行，恒生，恒生，恒生銀行，恒生銀行，好難啊！一齊講嘅啫。你講完咧，咁我鏡頭就越過阿豪，就推向你。咁你就其實跟富，一越過豪你就講得贏。一二三，講得啦！試下一蚊買基金，買外幣；試下面傭買股票，免現夠費買基金，買外幣。但未至於係，即係佢又唔係玩緊 action， 即係有少少個音幣，同埋好似有少少隱隱笑。係咪隱笑？但係咁先得戚嚟㗎，得戚嚟㗎喎。做人梗係想試乜都得，試下體驗唔同嘅人生。好正喎！還原咗 Black Mirror， 不過我冇見過呢個景啊，你見過喎？我見過。關事啊！我同呢個景係，我想問咧，今日係咪嚟補拍 Black Mirror 嘅 MV 啊？係啊，今日係 MV 補拍日，補拍翻兩個 shot 大製作。但係個 MV 唔係出咗街啦咩？而家可以 edit 噶嘛，可以再 up 過噶。之前那條咪擺翻喺度咯，我唔會抹走之前的努力噶，係。三二一 ，action！對於我嚟講，成熟就是要想多啲前因後果。其實佢一定關智律師嘅，唔好亂講嘢啦。然後亦都知道做完一件事對其他人造成嘅咩前因後果咁樣。啊，好痛！我由25歲開始準備自己就嚟30歲，準備咗5年，跟住一直都覺得，我真係覺得自己未係大人嚟㗎，我真係仲未當自己大人，仲未當自己大人。其實即係認真同成熟一定係好嘢嚟㗎嘛，但係點解會咁抗拒去做呢？即係作為一個人啊。即係會咪會有嗰啲啊拒絕成長啊 ！Welcome back to the reality。用生果嚟做比喻就係、你需要一個過程啊嘛，你要慢慢由生變熟噶。去到30歲嗰下就突然，即係30歲就開始當自己係大人咯。咁一定有啲嘢都仲係未夠成熟嘅，即係上年又成日亂講嘢啦，仲係今年又開始學習，唔好亂講嘢啦。三二。Action， 豪哥，
以前我度嘢咧，會成日都想度到最後一秒啊，因為我成日覺得寫到最後一秒咧，個作品就最好啊。咁但係咧，我到有個位咧諗通咗。我之前拍電視劇嗰陣咧，就個劇本咧，你要俾人去攞去做嘢噶，攞去準備揾場地啦，攞去準備揾道具啦，有好多部門噶。咁當你以為你寫到最後一秒咧，係對個作品最好嘅時候咧，你係唔成熟咯。試下再多啲人一齊玩咯。是當真，我又會好想請好多人咯。喺人生嘅世界，我哋試乜都得。Trinity。你唔想有個想你。然之後係咁錫住。滾啊！滾啊！哈巴黎啊 ，fuck！ 哈巴黎系做咩话？我条閪就以为我可以做人三。My name is Wick， John Wick， Cyberpunk， You are amazing。